香港是我们的家。我想和家人安居乐业。我不甘心每日过着黑板的生活，我想在工作同时帮到其他人。我想继续发挥运动员的团队精神。我们和你一样，背后有不同的故事。今天我们是梦想出发，决心为香港踏出第一步。我想做香港警察。我想挑战自己，我想帮助有需要的人。我们一直坚持信念，着起这套制服，成为香港警察。不畏惧，不徇私，执行职务，维护法纪。警队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岗位，无论你是否刚刚毕业投身社会，还有一个岗位是适合你的。过千种不同的工种，一定有岗位可以让你发挥所长。局限自己，我会挑战每一个可能。用你的力量守护香港。加入香港警察。